的妈妈脾气不佳，性格泼辣。刘果宁，刘果宁，刘果宁。而我的爸爸只会助纣为虐，捧上才下。刘向上，这就是你的教育方式是吗？我和妹妹几乎没有任何逃命的机会，就会被秒成渣渣，惨不忍睹。你为什么不能在作文里写写你妈妈温柔美丽啊，爸爸风度翩翩呀？爸，老师让我们造句，没叫我们造谣。你说这老刘家怎么出来你们俩这个不孝子孙呢？一个偷奸耍滑，我这次一定能考个好成绩。靠作弊？对呀，不，靠努力。一个叛徒内奸。哥哥，你让我敲了父母。你别说话，你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放弃。你说咱儿子怎么办呀？跟我那电脑一样，废了，废了呗。换一个套路，没准能收拾这帮熊孩子。咱们上回吃到有瘾是吗？这胡萝卜就这么难吃吗？多做运动，没听懂吗？为了你的学习，你妈我能干翻苍穹。我考得好怎么办？考得不好怎么办？考得不好就别叫我们爸妈了。叔叔阿姨，请勿入。叔叔阿姨，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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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那我学习垫底，也非一日之功。要想当着这帮熊孩子的家长啊，咱还得修炼。我觉得我有点血压高。把衣服晾了去。果宁，把衣服晾了。国宝，把衣服晾了去。我不要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来了。